好，各位同学啊，这个果系啊，可以说是世界的共同的艺术文化啊。那各国都有他们的自我的类型，但是百变不离其宗，就是有三种这个剧种，一个是傀儡，一种呢是皮影，那么一种就是我们台湾所说的布袋戏，掌中傀儡。他的这个时代啊，相当的早啊，因为呢，拿我们中国来说，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科目为人贤啊，这世界各民族都会有。你们如果到我们山地里边去，原住民他们都有用各种的木头雕刻他们的这个祖先传说的种种的偶像。那为什么古代的这个丧葬里边用的俑呢，称为俑呢？因为它里边装设的有机关了，会踊跃，会跳。古人呢，要表现啊，他很悲哀伤感的时候啊，在丧礼里边就有一个踊跃跳动的礼俗。那么如果说把这些啊要来追溯它的根源，请各位呢来看看我们这个历代我系考述的纲目。我的论文我喜欢把纲目摆在前边，这有什么好处啊？让读者一目了然，我这里边的层次怎么样，内容怎么样。现在很讨厌的就是有些人故作古怪，都不把目录弄出来。有目录就一二三四，我已经和各位说过了。那一二三四呢，看了半天，甚至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里要一，那里要二。啊，那么有些人还清清楚楚，有些人呢，实在是自己呀、啊。写得很乱、好，培勋，你来把这个引言念一下。偶戏是世界共同的艺术文化，中国更是一个偶戏发达的国家。中国偶戏包括傀儡戏、皮影戏、布袋戏三种种类。类型都和说唱戏曲有密切关系，其文学和艺术长久以来同样滋润着广大群众的心灵，所以偶戏自然也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一环。对于偶戏的研究，较重要的如孙凯蒂《傀儡戏考员》、周怡白《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董美堪《说傀儡》、顾颉刚《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况》、
丁延庄、中国木偶式、廖奔、傀儡戏略式、江玉祥、中国仪器和中国仪器和民俗、江武昌布袋戏简式和台湾的傀儡戏、邱一峰、台湾皮影戏等，其中尤以江玉祥《中国影戏与民俗》一书最为精神。遗憾的是，尚未有人对中国偶戏就其文献做全面性的考述。著者有感于此，因想截取诸家之长，参以己见，以历代文献资料为主要文件，对中国偶戏做整体性的探讨，数机可以了看其发展之脉络。而其为诸家争论未决的之问题，则尝试做较合理之判定。考述之所谓历代，由先秦至清代为止。中国偶戏三种类型，依时代先后是傀儡戏、影戏、布袋戏。请从傀儡戏说起。好，这一段虽然很短，但是呢，各位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出啊，第一重要的著作啊，还有我们这篇文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啊，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是拿文献来说话。啊，就是有关偶戏的文献做证据来论述的，所以呢比较扎实一点。好，首先要讨论的是傀儡与傀儡戏的起源。那傀儡的这个起源，一般有先秦的商仗勇、大陶人和方相士。商仗勇刚才说过，就是陪葬的。大陶人呢，这个就是各位看，在这个第二页《山海经》这里最后一行。也就是说，我们中国门神的这个起源，有神荼和什么呀？玉垒啊，这两个门神。因为呢，陶啊，陶木，在《山海经》的传说里边就演进成为陶木有辟邪的作用。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民间神棍拿的都是什么剑呢？哎，桃木剑啊，因为它有辟邪的作用。那原来呢，门神就是用桃木雕刻成为神荼玉垒，摆在门口的两个神。这两个神慢慢的把它怎么样？弄上了，就在那个门上了。啊，我写过一篇呢，《门神考》。哦，不过这个我没有收入我的著作。你们还记得我上次说过，《中国时报》过年过节啊，我这个把它编出来的啊。现在呢，想一想，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其实编的时候还是有根据的啊，也是一个
这个后来门神啊也有用鸟啊，它这都是有传说，这个鸟可以分辨这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现象啊。好，方向是我们已经都说过了啊，这是有关傀儡呀、啊、的三种这个传说。然后第二章，唐代以前的傀儡百戏，各位，你们如果把我这个纲目记下来啊，我戏的发展史就不会乱了。也就是说，唐代以前傀儡只用在什么而已啊？先秦是商，啊，商礼有密切关系。唐代以前呢，傀儡是用在这个百戏里边。什么叫百戏啊？百戏就是一种杂耍特技里边，傀儡。那傀儡戏的起源呢、啊？啊，傀儡的起源是由商仗勇、大陶人和方向士。可是傀儡戏的起源呢？各位看第四页，这一些啊，都是从文献找资料。第一说，第四页。汉初陈平秘记说，说为什么傀儡戏，傀儡可以来用来百戏演出，百戏就用杂耍特技，杂耍特技就唱歌跳舞啊，用傀儡啊来做唱歌跳舞。我本来要写一篇呢、啊、耸动天下的这个大文章，说这机器人是中国人发明的，哎，那我当时想了一个很漂亮的题目：机器人缘起中国说。你看，看到这一篇文章，机器人缘起中国说，啊，看了半天在，你们等一下把这篇读完，你就知道。我这个话是说的有道理的，因为古代的傀儡啊，他的灵活甚至于会听人指令，技术之高明啊，我们人可以把它制作到傀儡的动作，唱歌跳舞，给你端酒喝，给你干什么，这和现在机器人有什么不同啊？而且很早了。那这个第一说啊，这陈平秘记说，这个建立历史的，佩奇，你还是把它念一遍，我们就念那个《汉书·匈奴传》这一段，《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史记》和《汉书》之《匈奴传》所记相同而最详，云：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进到，莫谷纵精兵四十余万计，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降。匈奴计，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唐马，北方进乌里马，南方进新马。高帝乃使士兼后卫
胭脂，胭脂乃味。默读。默读曰：良久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单于察之。默读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立齐，而黄立兵又不来，以其与汉有谋，亦取胭脂之言，乃解围之一角。可见解围的关键是高帝乃使是见后位胭脂，而汉书卷一下高帝即第一下则位，用陈平秘记得出。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之陈平传亦位，高帝又平其计，使单于胭脂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密，世目得闻，而其所谓秘计其计，据高帝记注云：印少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兼遣人谓胭脂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胭脂谓其不及宠，因为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不出。正是曰：以记彼漏，秘密不传。师古曰：应试之说出，还谈新论，盖谈以臆测之事当然耳，非纪传所说也。可见应试所解释的秘记奇迹，是画工图美女，不过据还谈新论臆测之说，而段安杰造目偶然，运机关捕于皮间，则是进一步附会的传闻。纵使传闻可信，但严格说来，那也只是运用机关的偶然歌舞，叫做丧葬偶有之，机事发动踊跃，容或更为灵巧，但尚不能称为戏剧，因为戏剧必于故事，其翻为戏，尚有待后世之乐家。因此，这种传闻至多只能说明汉高祖在平城之围时，曾命用木偶运机关歌舞以脱困，谈不上谓之为傀儡戏之始。而若不为此傀儡戏之戏，戏指歌舞杂技之百戏。即此而言，则有之机势发动踊跃，以模仿方向使之辟邪，其不与杂技不殊，则亦不待于汉高祖平城之围或人运机关以为傀儡戏之原始也。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段说法拿来做傀儡戏的原始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么在历史上很奇怪的就是把这一段默读包围汉高祖，汉高祖几乎脱困都难了，陈平用了秘计。那这个秘计到底什么呢？大家在猜测。我们考察的意思就是说，他呢，画这个美人图，在城上跳舞给匈奴看。那这个胭脂看到，哇，这汉代的这汉家的美人那么漂亮，如果我们战胜了，那么这个墨图呢？墨图参与啊，把这些美女收入宫中，那我不是就失宠了吗？啊，拿这个，所以陈平利用这一点呢，来解围啊。胭脂就劝墨图说，放了他们吧，啊，那么对我们汉家来说，这很挂不住脸面的，所以不敢记载，所以才用这个秘籍来说，
那么既然匿迹，大家都猜测，就传闻，所以到唐代就会秘籍的内容就传得有模有样，是这个意思。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叫傀儡系的原始的话，它站不住脚，因为戏是一定要有故事，这里边没有故事，它只是拿傀儡的歌舞，那这个是百戏，百戏杂耍特技就叫百戏，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根源呢、啊，就周穆王的验尸说，你看这一段话，如果把它引出来，是不是就是古代的机器人啊？好，各位再把它念一下，这古典文献多念一下啊。傀儡家起于偃师谢穆王之际，汉户有侯府之以解平称之为运机官以提监，偃师以为生人，后翻为舞者戏剧，其引歌舞亦不过借文角立即生，未留引以人音，至于七窍木马被毒方之音演为邪魂烟渣而成剧者也。杨氏为傀儡之引歌舞，故引以人音，更用教子之立即生。傀儡有教子，恐非事实，因为傀儡引歌舞必有赞导之语，其赞导必出自偃师之口。他虽然承认汉户有侯陈平秘籍之说，但他认为来源更早，及其所云傀儡家起于偃师谢穆王之际，列子参问篇云：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偃山返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公，人民偃师，穆王见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为命所事，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月日偃师夜见王，王见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也？对曰：臣之所召能昌者。穆王今视之，去不服样信人也。巧服汉其仪，则歌和律；舞其手，则舞一节。千变万化，何意所事？王以为识人也，与圣基内御并观之。即江中，昌者顺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御书偃师。偃师大折，立火散昌者以示王。皆夫会革木敲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帝料之，逆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接筋骨之节皮毛脂肪皆假物也，而无不必惧者，何会复如初见？王是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工乎？赵二车在之以归。好，各位，你看这个偃师呢，他制作傀儡的工巧啊，所用的这个器具啊、材质，唱歌跳舞，还会怎么样？还会做媚态引诱谁啊？引诱这个穆王的妻妾，那个圣姬，使得这个王呢大怒。那像这样的这种灵活度，
不是激进于机器人了吗？啊，再往下啊，还有很多记载啊，那也是简直是机器人啊。我们举此啊为例啊。另外第三呢、啊，就是周一百的外来说啊，他呢认为这个希腊神话里边呢、啊，比我们的更早啊，这个各位自己看。所以我说它是世界的共同文化，是这样子的。他引了很多西方的例子。好，各位看第五页，第几页啊？第七页，第一行，周论是周一百，虽可被一说，啊，佩欣把这段再念一下。列子的时代是近代啊，这个是魏书啊，魏书不是先秦的。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要从中国来考察。我们的那个方向式，各位还记得吧？方向式的时代，以这个殷墟大墓啊，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大墓是距离现在3700年前的啊。那么希腊神话的时代也不过是2500多年吧啊。所以时代哪一个人早还不一定，不能说就是他们传过来。那你传过来要传过来的迹象啊，不能说他们很早。就是他那边传过来。请问，喝酒的文化是哪一个国家先有的？吃面吃饭是哪一个国家先有的？人的需要，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时间，它就会同时发生啊，不必要谁学谁的嘛。你渴了就会喝水，难道我们中国人喝水就要学西方土人吗？啊，没有必要。所以好些啊，我很惆怅的，好些这个学者啊，好像中国很笨，一什么就是西方过来的，啊，毫没有证据，拿这个外来说啊，可见你们。看这曾老师是比较大中华文化主义者，但是大中华文化主义者，我们是有证据的。
我们方向是三千几百年前就有，那就是傀儡啊，已经用利用人装扮傀儡的样子。那么唐代以前的傀儡百戏，为什么要说唐代以前呢？因为唐代以后就进入了傀儡戏的时代啊，所以傀儡发展起先是用丧葬用的仪式，后来呢在东汉也开始进入利用它来作为娱乐饮宴的娱乐，然后又进入傀儡百戏杂耍特技。好，唐代以前这个呢，各位看它的章节，第一节，两汉傀儡用于嘉惠与丧葬。最起先是用这个是丧家之乐，后来东汉以后呢，也开始有了这个在九言歌席用来娱乐的现象。所以这个资料里边呢，譬如说东汉应绍的《风俗通》，好，佩君你再念这个第七页的。东汉应绍《风俗通》云：“识京师，宾婚佳会，皆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傀儡丧家之乐。挽歌，执竹相偶和之者，天见若曰。”国家当席铁簇，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败毁，故友皆失宠而相识，傀儡挽歌，思之效功。唐杜佑《空典》卷146云：歌舞戏有大面，多头怕摇娘，傀儡子等戏。傀儡子亦曰傀儡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惠，北齐后主高纬有所好，高丽之国亦有之。今于是盛行焉。若此则傀儡等为丧家之乐，东汉末用于嘉惠，应绍于灵帝中平三年，娶高帝。六年拜泰山太守，所言乃当时事。当时事。至唐代以为歌舞戏之一，但汉文帝时贾谊新书卷四《匈奴篇》中已提到旦乐吹箫五条搞琴宴者更近，舞者导者实作赏兼及舞舞其偶人，明显已用偶人之舞于嘉惠之中，可见杜佑之说实一时失察。而既用于嘉惠，则傀儡的制作必不止于如有之有乐。魏志《杜魁传》裴注：时有扶风马军巧思绝世，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射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易否，对曰可易。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失之，迁以水方焉。设为云月五象，致力木人击鼓吹箫，作三月，是木人跳完，直见圆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戳磨斗鸡，变巧百端。即此已可见，东汉以后木偶人制作之精巧，可以升任杂耍特技。而三国时马
君之精妙，以为后世水准百戏，以及水势、水溪、水傀儡之木偶艺术发起端。好，所以傀儡戏啊，和这个文美啊，和杂耍特技密切、很密切的关系。你有没有到越南去过啊？没有。越南有水傀儡啊，我请过他们两次到台湾演出啊。去年九月啊，我还去了，因为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也又看他们演出啊，就在水面上，傀儡耍出各种特技杂耍啊。它呢主要是特技杂耍，但是也可以发展成有简单的故事啊，简单故事。这个是这个所谓水溪，那这种水溪啊，最发达的应当是隋代啊，隋代在北齐啊，南北朝，北齐是在隋之前呐、啊，开始呢，这个傀儡戏有点变化，那就是他有一个倒影者，他的形象是头顶的，叫做郭公、郭郎啊、哦。那他这个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各位看看那个水傀儡啊，水傀儡在隋炀帝的时候有多发达？第九页。隋炀帝是水师啊，他那时候又叫水师。啊，裴青把这个念一下。魏晋和北齐的木偶虽然制作精巧，但似乎只在表演杂技和歌舞，而到了隋代，其技艺则已有故事化的倾向。就提颜师古荡雁十一记云：“炀帝别敕遍学士，杜宝修《水师图经》十五卷，新城以三月上四日，会群臣于曲水，移观水势。有神龟赴八卦出河，进于伏羲；猫翁赴图出河，玄龟潜伏出落。太鲁于咸鹿图出翠尾之水，并授皇帝。”皇帝瞻于玄物，凤鸟降于陆上，丹甲临归，贤书出落，受昌颉。杨女顺作周瑜河，凤凰赴图，赤龙在图出河，定受尧。我马衔甲龙出河，受舜。杨女顺游河，指古老人。尧见四指于分水之阳，舜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赴黄符，习图出河，受舜。舜与百公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恐河图受雨，舞而入河，雨之水，应龙以尾荒地，导决水之所出，着龙门出河，雨过江，黄龙赴舟，宣衣苍水，使者受雨生财。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已观落，黄于霜月，化为黑玉赤纹，江源于河滨与巨人之机，气
后继于寒衣之上，鸟以意见而复之，王作灵爪，鱼物鱼跃，太子方渡河，赤文白鱼，玉母王舟，吴王渡孟津，操王悦以挥阳侯之托，车光举顺礼，龙光渡河，顾天子奏君天乐于玄池，殿于藻金，或玄落白狐，伤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元归为梁，图修国县昭王亲凤丹，图隐于玉溪，王子晋吹笙于饮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引茫阳山泽上游紫云，武帝泛舟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禹之沟，游洛水，神上明珠子洪水，汉元帝游河，执青牛子河而出，曹南玉浇水，及水角，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城，晋武帝临会，举酒劝玉，五马渡江，一马化为龙，先人着礼泉之水，今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贤书出没，青龙复书出河，必进渔舟沟，欲望钓翻溪得玉，黄文钓汴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冰钱，齐桓公问于公明，楚王渡江得平时，秦昭公宴于何许，今人洪水新建近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丹台子与过丹是要渡檀台了，檀台子与过江，两龙夹舟，资丘宿于水神寨，周楚斩角，屈原遇于府，便随投饮水，许由其耳，赵简子执金立女，孔子执何玉，女子秋不期渡水，孔于放归，庄惠观鱼，郑孔强进环风，赵敏张盖过江，杨谷女子遇日，屈原乘汨罗江，据临开山，长津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事，科皆科目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舟，或乘磐石，或乘宫殿，故人常二十事，一以绮罗，装以金璧，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兼以几行，与水势相似，亦作十二行，横长一丈或六尺，故人奏音声，即庆壮钟，弹筝瑟皆得称许，即为百姓跳涧舞轮，生干直升，皆如生无异，其迹行水势，亦雕装奇妙，周旋曲直，同以水击使之，奇幻之意出于意表，由此可见。好，把它念了。隋炀帝时代的水肥类高二尺许，不只能像前辈那样歌舞百姓，而且能表现历朝历代七十二种不同形式的故事，显然一句傀儡戏单点故事的木偶戏雏形，而其巧匠能工之木偶设计机关栩栩如生，奇技奇艺异时亦令人叹为观止。好，像这一段呢、啊，如果哪一个人把它一一啊注解出来，那么中国啊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上的一些传说故事，这是琳琅满目啊！每一个小节就是一个故事，而这些故事都用什么来表现呢？傀儡，都是雕刻的傀儡。这么多的七十二
个故事的傀儡，一起在一个表演区的水塘里边来唱歌跳舞，演出他们各式故事的模样。你看这种艺术啊，是不是叹为观止啊？啊，那么这一些啊，真是机器人的前身呢、啊，啊，他们是会动的，是各自可以演出驼足这个举手歌舞的，啊，真是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的话，那么大约十一季纵使是小说，他写不出来。小说里边有许多是反映现实，反映现实的现况的，啊，你看这个接着下边又写出了可以在利用傀儡在里面钓鱼啊，做各种这个各种动作啊，那种精巧啊，实在是不是我们呢想象得到的。所以有些文化它会进步，有些是会退步的。像这种水傀儡的艺术在现在显然是怎么样呢？退步了。这一些在我们中国明代啊，宫廷中最盛行的还是水傀儡啊。水傀儡的这种艺术是中国传出去的，可是礼失而求诸也，现在整个中国两岸都没有了，就还保留在怎么样越南啊，保留在越南，它已经有具体而为了，拿这些去和它比，那怎么演得出来啊？怎么演得出来？你72种，那场面有多盛大啊，多盛大，它里边所要照射的机关，它是用绳索在拉，在操作的。真是了不起啊，可是古人就做得到。好，这是傀儡百戏。我们再看到唐代，唐代的傀儡戏呢，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悬丝傀儡和盘铃傀儡。好吧，休息一下吧。好，各位啊，唐代呢有一段比较重要的资料啊，可以看出他那时候的这个傀儡戏已经发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了。请各位看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的上半页啊，下边唐风言风俗文件录卷六道济云这一段啊，在佩欣再把它念一下。唐风言风俗文件记卷六道济云，玄宗朝海内依善送葬者，或当局设计张师为墓，有假花假果，本人念障之属，然大不过方丈，是高不逾数尺，
译者有火非之，方外以白，此风大善。祭坛帐幕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卷饰画，穷极技巧，篆具生牢，复居其外。大历周，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坛最为高大，科目为尉迟正宫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利于生。祭器临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晤，鸿门之下，良久乃毕。催别者皆手擎布幕，收呼关系侍婢，孝子臣与使人。祭坛大好，赏马两匹。各位看看，像这个陆祭啊，就在像这个节度使，那是等于啊，明清时代的等于总督啊之类的，一方的这个封疆大吏，尤其呢，他的军权啊，及这个什么呢？司法权、军权和财政权一身，所以啊，要判断很容易啊。这个这时代以后呢，你看，有人那个祭盘很大，而且可以啊，演傀儡戏。演傀儡戏演的是什么？各位看看。是尉迟正宫突厥斗将之戏。尉迟恭啊，尉迟恭就封为正宫了。他和突厥这个作战的情形，你看这个场面会不会大啊？啊，尉迟恭你们知道吧，唐代的一个将军，唐太宗时候的名将，所以他的机关动作而且演起来不宜生，好像活人在演一样啊。然后呢，演完了要过了，说对数未尽，说还不过瘾，哦，你再继续演。又停车是项羽和高祖鸿门之下，又演出来一段鸿门宴。所以各位可以从这里边看出，这时候的傀儡是不是傀儡百戏呀？就不是了。这时候的傀儡呢，已经是傀儡戏了。傀儡戏，也就是说他有故事，而且场面可以演得那么大啊，类似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呈现。你们要知道，这篇文章是把收集来的零零碎碎的什么的资料文献，按照时代的先后去序列观察，来观察出整个怎么样，整个中国傀儡戏的发展史的，下的功夫是不小的啊！你们在两个小时就要把它读完了，这个是很非常的奢侈的啊，很奢侈的。好，那么因此呢，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啊，
在唐代的诗歌里边就会被吟咏出来了。啊，这吟咏出来，诗歌里边要捕捉傀儡戏的情形啊，比文献要来的容易还是不容易啊？要更不容易啊！所以我运用的方式是把文献描述的在前，诗歌歌咏的在后。可是呢，描写文这个傀儡戏的情况的，我们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文学叫赋。赋是什么意思啊？铺叙陈述，同一个东西的四方八面去描写啊。比如说以前的西都赋，那就描写西安啊，西安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时间的序列，空间的序列，这样来呈现。所以汉武帝的这个西安的整个现象，由于谁的戏学啊，我们现在历历如绘啊，由于这个张衡啊的这个铺叙，汉武帝的这个狩猎打猎的情况，由于谁的书写啊，司马相如啊，这些作品，你看这里呀、啊，就有一篇第十四页，林之的《牧人赋》，牧人就是写这个傀儡戏的。火系的，那么像这一篇呢，就可以呈现当时火系的种种现象。好，各位再看第十五页，唐代的傀儡戏到底精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节来形容它，就是我和各位说的想要写的这个古代的机器人啊。好，这个有趣味，把它念一下。佩欣第十五页，唐代傀儡之工巧。唐人所制傀儡之工巧，有以下资料可见一斑。张簇《朝野闲载》卷六云：莫州因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科目为人，因以增采，浊酒行商，皆有自定。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则目小儿不同把杯；饮未尽，则目妓女歌管言吹。此亦莫测其玄妙也。用云：将作大将，杨木连胜有巧思，常于杭州市内科目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起，碗中钱满，观见忽发，自然作声。云不失，世人尽观。欲其作声，师者日盈数千里。又王仁玉《开元天宝是卷三登壁条云：明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列木雕矮壁，是以彩绘，各执华灯，自不古淡，故不知为登壁。又野史记文云：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代峰是人名。东海马代峰能穷技巧，
是指南车即为鼓、象风、鸟等。带风皆改修，奇巧于鱼骨。带风又为皇后造装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节目起进帘后，台下开门有幕妇人手执金节，之后取以幕人及环，至于面之妆粉，眉黛髻花，因所用物皆幕人执，既至取地及环，开门环毕，如是供给皆幕人。后即妆罢，朱门皆合，乃持序。其妆台均是彩绘，幕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好，这个什么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可以伺候皇后怎么样？梳妆打扮呢？哎，而且这个，你这一段一写出来，你哪一个国家的机器人能做到这样子 啊？这是唐代啊。哎呀，所以啊，疑信参半。可是他这么写，不应当要骗人啊。啊、哦、这个就是我有一天本来啊，我常常是这样躺着胡思乱想，那忽然有个心动，哎呀，这个好玩写，一跳起来下笔写啊就很快完成。可是最怕的是容易啊，你干什么啊，没事出来喝酒那就完蛋了。那喝酒第一啊，这个就可能摆着，就因为它可有可无啊，好玩是归好玩。而中国的我戏啊的最发达的时代是到这个到什么呢，是宋代，可在唐代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就是唐代的说唱文学啊，原来都是说唱艺术家画图，根据图来说唱故事，比如说王昭君、何欢。这个故事，这张图王昭君出宫，好，说完了，翻过来，这张图王昭君怎么样？到塞外，啊，这张图见什么参与？这个是唐代说唱的，是配合图画来说唱。为什么这样子啊？吸引观众。观众看图在听，容易进入怎么样那个故事的情境。好，后来把这些图啊，图不动的，可是这一些图也后来保存在我们古书里边。古书里边是不是有一种仿宋怎么样？仿宋，他常说仿宋怎么样的这个图绘，古书里戏曲小说是前边都有一些雕刻的画像啊，那些画像就是唐代说唱文学的遗迹，摆到书里边的。后来傀儡戏就用傀儡戏的木偶来代替什么？代替那个画像里边的人物。那么由演师来说唱，傀儡做动作，这就是我们现在傀儡戏啊，在唐代进入到戏的情况是这样。
好，在两宋的这个傀儡戏啊，有五种，好，把这段念一下吧，在第十六页，是两宋作我戏，傀儡戏五种，影戏三种。可见用的材料都说了啊，那么这些啊，这五种啊，这五种呢，各位看看第十六页，要研究宋代的。宋代啊的这个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有这几本书啊，是绝对不能忽略的。我都列在这里了，十六页这几本书，各位应当要知道。十六页最后倒数第二行，《东京梦华录》。都城记胜，翻过来，西湖老人繁盛录，孟良录，武林旧事，这五本书是材料很丰富，而且非常重要啊。有这五本书，两宋的民间艺术可以说都在其中了。你看，我运用的方法就是叫资料说话。《东京梦华录》里边所提到的有什么呢？藏陀傀儡。玄师傀儡、药花傀儡、影戏、桥影戏、水傀儡，每一个把它列下来，综合归纳，所以才得到了我们刚才说，傀儡戏有五种，对不对啊？影戏有三种，是经过这样归纳出来的。这样一归纳，没有人敢说你无中生有。好，
这里边傀儡这部分在前代已经出现了那个傀儡系，傀儡和水傀儡啊，现在在这里又增加了藏头傀儡。藏头傀儡是什么意思呢？是拿棍子，藏头就棍子，用棍子在操作的傀儡系。布袋戏里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龙出来，一条龙用两根棍子在那边耍，这就是藏头傀儡的遗迹啊，遗迹。那个我在漳州看到的藏头傀儡啊，很大，那么棍子插在中间，是两个人在操作，一个人撑着，一个人在那边举手投足啊，这个到底是后来的发展还是怎么样啊？那么所谓要发傀儡，要发傀儡是一种过年过节的一种游戏的东西，利用火药，比如说把傀儡弄了，那么火药一点，它就可以飞腾啊，可以什么？这个是还是杂技里边的东西，嗯。那么做傀儡呢，是小孩来装扮的。小孩因为小，所以呢，他舞蹈的动作也比较可爱，演出的方式啊，在以前我们泉州一直传到台湾，还有现在没有了。他把一个小孩摆在前边，然后呢，大人在后边，大人的手一提，这个小孩的手就比上来，大人的手呢往这个脚这里，小孩的脚就提上来，就把小孩当傀儡在运用，所以叫肉傀儡，肉就是人装扮的。这种肉傀儡就是后来发展成为那个俗间啊，你们南管系的什么呀？小梨演。所以小梨演的动作是不是特别多的傀儡动作啊？啊，这个有密切的这个、关系。那水傀儡刚才说了，这些傀儡有五种类型。唐代出现过盘年傀儡，盘年傀儡显然是和乐器有关系，用这种乐器来演奏的，就出现在唐代。皮影戏呢，手演，用手，你们看我的手啊，这个手可以比出怎么样，各种形状，投影在荧幕上。啊，这个叫索引，现在还有人会演。然后用指引，剪纸彩颜色在荧幕上，不，指引容易不容易保存啊？不容易。啊，制作画很困难，一用就坏掉，所以才改用皮影。那皮影的皮，看这个地方产什么动物，产牛就牛皮，产驴子就驴皮，产骡就骡皮，啊，猪皮好像不行，猪皮太粗糙了，猪皮太粗糙，有一个，我还访问过他们，替他们写文章的。
大陆来的叫什么什么皮影啊，他那个皮影戏很有特色，是驴子做的，唱的时候要掐住这里，那哪一个现在啊好些东西都忘记，还回去查我自己的著作。所以傀儡戏这个皮影戏在中国还相当发达，这个还有这个藏头傀儡上海也很发达。我在这个美国1983年率领这个中华民国布袋戏巡回访问团，事实上就是小西演，美国13所大学啊，那么转到了加州的伯克莱大学，在伯克莱大学呢，就和大陆的一个上海的藏头傀儡剧团碰撞了，啊，碰撞了，然后要来和我们交流，我说谁怕谁啊？本人还是党魁呢，你还怕我？啊，我用这个酒把大陆的那些人制服的，让他们都不敢出来。啊，有一次在新加坡又碰上了，我们就主动去说来来来，大家都是同胞，来，我敬你们。那个啤酒，大杯的，我说进来，干，我就把它干，那对方出来就喝几口，再喝几口。就吞不下去了，后来再第二个来敬我，哇干，其实啊我大概最多三杯，如果我不赶紧上厕所就会冒上了，可是你那时候要雄姿英发啊，他跑两个人来，后来他们的长官，你们不怕死啊，啊贪杯贪喝啊，就没有人敢来了，没有人敢来，我就赶紧跑去厕所。这种情况的两岸那时候是可笑又可爱到这个程度，啊，在伯克莱一样，他们全团来看我演出，可是就故意呢不屑于的样子，做出那个态度很恶劣，好。然后呢，说要送我们纪念品，我说好，可以啊，上台，照相，握手，我接受。我说抱歉，你们有准备，我没准备，啊，我们送你一个这个比较不重要的偶人，就回送了，啊。然后拿完以后，我就把政府官员的。怎么说？这就是刚才两岸交流的内容，你说去吧。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他们的大陆的我戏啊，是绝对比台湾发达的多的。尤其啊，这个回去你们自己看啊，我们没有时间了。尤其呢，这个傀儡戏在泉州有一个泉州傀儡戏团，我和他们关系很密切啊。这个早期就访问他们，然后团长都成了朋友，还有泉州还有。南管乐团也一样，啊，那个团长
曾静平，现在还不做了吧？啊，想当年实在是，啊，我的朋友一个才子叫王仁杰，前几天听说也去世了，真是啊，日月逝一上，体貌衰一下，这个最近好多写的这个悼亡的诗啊，一连写了好几首，有点很大的惆怅啊，很大的惆怅。嗯，那个泉州的傀儡戏啊，就出了大师，叫黄逸缺。黄逸缺呢，就是神采奕奕的奕，缺少的缺。我看到他教导弟子的演出，他自己组合的那个场面，我说：“哎呀，黄先生啊，你真是中国的国宝啊！”因为他把这个什么呢，傀儡戏的训练方法改成角色的训练方法。你学旦，他学生，他学花脸，每一个人学的行当不一样，汇合在一起，扩大表演的舞台，每个人都绝活，对不对？都绝活。以前傀儡戏一个主演，一个助演，啊，歌唱的，就是拉琴的，啊，就这样子的，是说唱艺术。所以傀儡出来最多是两尊，啊，或者是用其他的辅助象征兵将不动的。他这个一来，整个我是艺术大放光芒。他不止如此，还把皮影、还弱傀儡啊，还有这个杖头傀儡汇聚在一起，演出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火焰山，火焰山，孙悟空三吊琵琶扇，就是哪一个啊？和那个孙悟空和哪一个人作战啊？啊，牛魔王的太太叫谁？啊，铁扇公主，红孩儿，对不对啊？那一场戏，他就用各种傀儡，啊，而且有一种层次感，啊，你比如说，一飞，孙悟空一飞，啊，这个木偶一飞，飞到那边，就变。杖头傀这个什么布袋戏出来啊，这里是大尊的怎么样傀儡，对不对？一飞回到那远的地方就变布袋戏出来，就布袋戏的说的形状出来。所以呢，他那一出戏啊，就跑遍寰宇，征服世界各国啊。这是黄逸缺老先生，他个人能演出的小和尚醉酒，或者济公醉酒，类似这样的，还有两个人演出的武松打虎，那种灵巧啊，有如是活人在演。那为什么呢？我们台湾的
傀儡戏是在宜兰，宜兰那边是三根绳子，南部高雄那边变成几根而已啊，不到十根，就绳子越少就越怎么样，粗糙，他动作就非常的粗糙。他用36条这个悬丝啊，36条，所以他很细腻的动作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是中国我戏啊。还有，到底皮影戏是怎么来的呢？我这里边有一个影戏之渊源形成，有没有啊？啊，还有布袋戏的来源啊，影戏的渊源形成啊，世界各国的学者有很多是认为来自中国，也有人不承认。我自然采取的是来自中国，那不承认的就让他去不承认啊，这不是我的责任。那这个布袋戏啊，是从这个江南一带的尖旦戏啊发展出来的，并不是传说中的由泉州的几个传说，并不是如此。反正这个我都写得清清楚楚了。我当年呢、啊，主张以民族艺术做文化输出，率领的团队的类别最多的是布袋戏、歌子戏，还有南管乐团，这三种最多，其他傀儡戏，还有手工艺术、国乐团、民族舞团，啊，还有这个，也够多了，到世界各国去演出，像美国都是绕一圈，啊，一口气13州，这一口气东南西北，加拿大也是由西往东，横扫中美洲，贯穿三个国家，东南亚南下直到澳洲，欧洲由西欧到东欧，啊，也到过南非，跑的国家也不少了。德国人没有我走过的城市之多，我德国呢走了40几个城市，德国人一辈子恐怕不会像我之多。这个美国起码走过45、6个州，啊，
没有去过的好像想不出几个。那中国大陆哪一省都去过了，啊，论省都去过了。所以啊，这个一方面是学术的问题，啊，因为学术我是美国在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然后欧洲是德国鲁瓦大学，还有荷兰的莱顿大学、香港大学，这是学术，其他就带点布袋系统。所以我当初出国都不要钱的，啊，还会赚钱回来，啊，因为出去有那个公费，我又善于卡油，啊，只要有朋友的地方，请客。我们为国先老，你们要来这个什么当地的侨胞，这些经验呢，我已经也和各位说过了。第一啊，你要选择的艺术，第一就是我们有你们没有的，这个很重要。第二，大家都有的，可是我就比你们好的那么多，就这两点，除此之外不能带。你如果带一个芭蕾舞团到莫斯科，你到个这个交响乐团到波士顿，那你会笑死人了，对不对啊？会笑死。但是我们的出国的这个交流乐团常常就犯这样可笑的毛病，这当然会被冷落，会被笑话。可是我们的布袋戏团一出去，倒是都是第一的，人家对我们的尊重，拍手其次。你们知道洋人跺脚啊，跺脚就是欣赏，站起来鼓掌就是致敬，啊，我们还有当场被开香槟庆祝，当地的电视台一定访问，报纸每一个我们的演员都洋洋得意，你说我的大头照这么大，因为洋报纸这个都很多张，对不对啊？哎，类似这些，还有同业，比如同样我戏团，都请我们好几团呢，各地方请我们去访问他们的剧团，在他们剧团的农庄吃他们的饭，交流。那还好，我们有一位彭静熙教授，英文非常好。可是到德国的话呢，一半一半这样比手画脚，哎，也差不多，啊，类似这些啊，他的一种国际交流啊，产生的一种文化情感，真是很重要的。你其他的政治都有现实的目的，可是文化的交流是产生一种彼此的温馨的欣赏，甚至于一种敬佩。如果你能让他们感受到敬佩，比如说我们的布袋戏是最传统的，三个主头操作的啊，他们都说你怎么能弄成那么样子，栩栩如生啊，啊，这种情形啊，也是我已经有的经验啊，所以我这篇文章啊，是写了很久很久，就是我在推动这一些的时候，
要使自己真懂这一方面。你出去和人家交流，要吹牛才有怎么样？才有料子啊！你说，咱们中国三千几百年前就有墨，这个就不会心虚了啊！我们的这个墨，在唐代就可以演出多大场面的征战的戏。你欧美两国基本上还在演给小孩看的童话故事，这差别就出来了。